的手机会，就是你懂吗？就是会，它的电池寿命变短。对，等我一下，我在倒水。对，就这样。所以我就，等一下，可能等它充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充电拔掉。然后今天也带来我的午餐，我的午餐。哎，我还有自己做的木瓜牛奶，因为这个木瓜是我们去宜兰之前我已经切好的，可是就一直没有吃完，所以就很担心它会不会变坏。结果就我昨天吃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快要变坏的感觉，所以我刚刚就赶快去买牛奶，然后就把它就是用一用就可以喝了。嗯。真的感觉是感觉是快要变坏的感觉。对，刚刚用的木瓜牛奶，对，木瓜牛奶要快喝，对，不然它会变不好吃，不好喝的。然后带来我的午餐，先移动一下。哇，这是这样子，牧羊犬是30号生日嘛，可是他没有抽到票，所以没办法来，看不到我们的表演。QQ， 我们那天5月30号的 mini concert， 其实我过得很开心，是过得很开心，是这样说吗？就是我很投入，就觉得很开心在表演的时候，所以就那天别人也特别的卖力。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见到大家。哦，馅饼，多谢 Never Lucky 的掌声鼓励。Hello 大快活，食得够尖，大快活。我那天疯狂跟企鹅对到眼，因为刚好企鹅你坐在那个位置上面呢，是我平常表演或者是彩排的时候我会看的位置，就是那个位置像是怎么说呢，让我没有那么紧张，可能因为眼睛刚好就是对，所以我不停跟企鹅对到眼，就你看就哦，企鹅坐在那边那就好了，因为是我的粉丝嘛，所以我就可以自然一点，就不会太紧张这样子。谢谢卡乌秀，是吗？是这样子说吗？谢谢你，我怕念错。Thank you， 谢谢小叶的油桐花。Hello 泡芙大叔，谢谢企鹅的 love， 谢谢。我今天有开冷气，因为很热，而且等一下感觉要下雨了。听说吃东西要嘴啄比较久的时间，它才会消化的比较好，所以我要咬久一点。对啊，聂风明月坐的那个位置，我也就是我看到我怎么会是这个位置，就是有一点傻眼，为什么是坐这里，就是为什么抽到这个位置，就有点很可惜。然后 Kevin 先生，因为 Kevin 先生一戴口罩，然后我那时候我表演的时候一直在想，这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是谁啊？好像没有看过，就想，然后想到，到那个 AKB48 Team TV 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就是从不是。想一下，第一首歌是什么？第一首歌是《初日》，初日，初日，对。然
爱达嘎达的时候，你知道吗？爱达嘎达就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看看人，就是爱达嘎达，爱达嘎达，我在爱达嘎达的时候，这谁啊？这是初日的时候，这个是谁啊？谢谢星仔的告白气球。然后到爱达嘎达另外一段的爱达嘎达之后，我就哦，是你，是跳凡先生，是你，我知道了。好哦，星仔没关系。先忙先忙，对，我就跑过去那边，然后这谁啊？这哦，好像是新的粉丝吗？我再想一想 ，Q 粉就是爱的嘎达，这么好像爱的嘎达你，小凤仔好可以，但国术。因为我就很怕被柱子挡住嘛，所以我很常就是会柱子在这里，我会这样子，哎嗨，柱子那边的朋友，看到很多很熟悉的人，谢谢国树的粉红和服 ，Hello 阿龟，阿龟，我看到阿龟。就是我这边是舞台的话，阿龟就坐在我的那边，因为我很常跳舞都在左边的位置，所以我看就看到阿龟，然后这边是小二这样子。跑柱子棒，棒哦！以后有谁学，是学习到，对。有谁学习到的话，你们要说是小迪发明的，是小迪发明的，小迪是 original。谢谢玉安的童花饼 ，Kevin 先生今天休假，恭喜恭喜！我们那天表演结束之后，隔天还要练习，对，所以 B 组是练习完之后就马上去 mini concert 这样子。烧鬼很好吃，很难得呀 ，Kevin。对啊，而且 B 组的彩排是他们的总彩排，是当天的总彩排。因为我们，没有想象中表现那么好。怎么那么好喝？怎么那么好喝？好像变态哦！哦，好喝，真香。Hello， 小雨。对啊，虽然那天我们有一个检讨，就是我们回去开会，就是说了大家有可能有哪里有问题啊，哪里可以更好啊之类的。对，就是我们开会吧。为什么这么暗？觉得呢？是不是很暗？我觉得很暗哎，还是因为我的手机。很享受，我很享受，不知道其他人，可是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哇，好开心啊！你啾啾啾，呜呼呜呼，这样子。我那时候表演啾啾啾的时候，就是我跑出去，就发现哦，我的鞋带掉了，然后马上弄，你们应该看到我蹲下吧？对，我已经蹲下弄我的那个鞋带，然后弄一弄就。转圈就是一开始转圈，对对对对对，接接接的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就是我本来已经弄好我的鞋带，然后它又掉了，就一开始那两三秒就给我掉了那个鞋带，哦，不行，不可以请粉丝弄，因为那首歌已经开始表演，就是音乐已经下了，我很匆忙啊。因为
为我很怕跌倒，我不想在舞台上面跌倒。虽然跌倒是蛮有记忆点的，可是不要跌倒，不要。老师有跟我们讲过，这是我们舞蹈老师，我们跳舞叫我们跳舞的猫头猪老师，他有跟我们说过，千万不要跌倒，也不要掉麦克风。什么？然后，对，就是老师他说过，千万不要跌倒，不要掉麦克风，因为不管你的表演有多好，你跳舞有多棒，你那个表演只要你掉麦克风，你跌倒了，大家永远不会记得你跳得好，他们只会记得你，掉麦克风或者是跌倒这样子，所以千万千万要好看的，也不要跌倒，要小心安全这样子。其实重点是注意安全的，因为老师他其实很怕我们会跌倒受伤，因为受伤啊，就很多事情不能做啊，不能练习啊，不能表演啊之类的，所以就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要跌倒。安全第一，对，没错。我们其实确实是最容易跌倒的一首歌。那个鞋子，幸好没有跌倒，不然肯定被你们笑。这哇，小弟跌倒，哈哈，好好笑啊！四脚朝天，你懂吗？就是那个直接往后倒，然后就哇，那种跌倒是最丑的，所以千万不要跌倒。对，翠翠的鞋子跟死亡跳跃，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站不稳，就很容易站不稳。不只是这首歌，是其他歌也会站不稳。可是我们的老师啊，他跳很多类型的舞蹈，然后他去表演的时候穿那种高跟鞋，很高，这么高，跟我的脸一样高，这么高也有，因为我们看过他的鞋子有这么高，就是哇哇，那鞋子的那个跟我的脸一样，然后我都哇，这是要怎么穿去跳舞啊，天哪，这很容易跌倒吧。然后他说就是因为他跳舞很久了，而且他其实就是老师也是一个很会跳舞的人，所以他知道那个平衡点在哪里，他知道要怎么站才不会跌倒，所以他就是很少会跌倒，也会就是比较会穿高跟鞋这种。然后我们就哇，真的太难了吧。对啊，高跟鞋，对，啾啾啾的鞋子鞋底很窄，跟阿甘鞋一样，阿甘鞋的那个也是很窄，所以很容易就是会这样子跌倒。网页版，现在有网页版哦。你说浪 life 是吗？难怪我就刚刚看到有人的名字旁边有一个 web， 我在想那个是超连接，这是一个网络连接，还是我点进去它会，它会转去一个什么什么页面之类的？原来是有网页版，现在浪 life 有了。天使的尾巴跟啾啾啾的鞋子是一样的。所以都会很容易跌倒，可是天使的尾巴不会跌倒吧？那个鞋子那么好穿，不是，那个舞蹈那么好跳，就比较简单一点，没有去那种跳起来那种。有网页版的，那我以后也可以用网页版来检查我到底有没有卡，是不是？吃。应该可以。好，那我下一次就可以试试看。想说，嘉轩是不是不推我了 ？QQ， 我有点，好吧。可是，不会走的人都不会走，会走的人还是会走，所以
要收拾这个心情，抖了一下，怎么抖？抖了一下，就是嘉轩不推我了，我就抖了一下，然后就 OK good。先是 Never Lucky 的 Kiss 球球球球，抖了一下。哦，有点难过。算了算了，真的不要这样，不行，要靠自己，初心还是有的，这不要忘记我。等一下，等一下，我也想笑，我可以笑，我可以笑你吗 ，Kelvin？ 因为我知道你的名字，然后我刚刚说的是另外一个人，然后因为我习惯叫你 Kelvin 嘛，所以就，嗯，等一下有点尴尬，嗯，哇，今天天气很棒啊，虽然等一下会下雨，大家记得要带伞哦，知道吗？知道吗，大家？那一个是家。先轩轩嘉轩跟嘉轩，好了，好像差不多。我刘海，对，尴尬耶！已经在下雨了，不要笑，不可以笑。那有个垃圾袋在那，那个垃圾袋是装衣服的垃圾袋，就是我要洗的衣服就会丢进去，然后。就是一整袋倒进去那个洗衣机里面洗，真的尴尬？不尴尬。451-6641，谢谢你的礼物花，玻璃心。不要转推，不可以转推。国术，哦，我觉得不会有人跟国术。通名吧，因为觉得国术的名字就已经很特别，我没有遇过姓季的人，季节的季，哇，完全没有遇过，我觉得很神奇。我今天化的妆比较淡哦，你们看到吗？我没有化我的睫毛。你这不像有的人，限动都是其他团体。哦哟，呛呛，很呛！国术是吃了什么？小辣椒是不是呛？可是大家比较喜欢，嗯，喜欢有电话打进来，是一个应该是广告电话吧？Hello， 艾斯。对啊，嘉轩把我的吊丝交给了周，那就要好好保管，知道吗？就是虽然有点就是哦的感觉，嗯，勋姐这么快就要去忙了。星辰，加油！谢谢你的告白气球。那小鱼呢？小鱼他最近怎么样？因为他好像都没什么进来我的直播，或者是我直播的时间没有跟他对到。嗯，对啊。觉得大家就开心就好，开心就好，不用太在意，好不好？瘦脸，瘦脸，嘿嘿。可是，嘿，你看，瘦脸功能，太棒了。对，我自己会在意啦。哦，对，对，那你们觉得呢？
mini concert 的感觉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大家的反应没有之前那么呜呜那么厉害，那么强烈的感觉。所以，我开瘦脸，我要瘦脸，我胖胖，我现在是胖胖。对。最喜歡嬲嬲豬閃迪奇，多謝你的告白氣球啊！哇哦，欸，沒有看過你的名字欸，你是哦，比較多的是那個新的番，對，好像是。而且我有看到贤仔，我看到贤仔吧，我没有看错是不是？贤仔是穿了我的生日 T， 对吗？对，还有戴了口罩，所以那个音量就比较不一样。可是我们感觉，因为我们自己也有想过，为什么大家好像没有那么热烈？然后再想了一想，应该是因为人数的关系吧。而且，就是我们没有想到新饭比较多的这个原因，对，所以这哦，经过你们提醒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也是多了一些新的面孔，也有中午的原因，对我也觉得大家可能还没睡醒，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哦，中午表演，大家会不会还没有开嗓就来了这样？嗯。国树怕被发现，跑到台北打 call。嗯，我记得 Leo 也是被取的。那刚好又抽到 Leo， 然后 Leo 就来了。Never Lucky 在吗？有 AC，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開鋪可以繼續開鋪，我覺得沒問題。謝謝 Jun 的本月我最美加1314，那個 Beach 也是抽的吧？你看我要吃蜂蜜，這就放心。虽然你们看到我直播的时候很常是吃蜂蜜，怕我吃太甜太多，可是因为我平常不太会吃。糖有糖分的东西，就像那种饮料我不会喝，可能一个月一次之类的。然后饭的话我吃的比较少，面的也会比较少，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会吃太甜。对，就是可能我一整天就只吃这个蜂蜜，这个这样子。Mon pose， 加密都唔可以亂講嘢了。早知唔答你啦，又俾你戳咗啲嘢出嚟，戳唔係戳咗啲嘢，係戳咗啲，又俾你問到，推我入坑啊！不知道，算了，不知道我說什麼。直播限定，直播限定什麼？宜蘭行應該是最胖胖的一周，沒錯。去完宜蘭之后就发现哇，体重真是哇哦，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往下，对，吃完东西的那两三天啊，总是会往上爬的，就是体重总是会往上爬的。幸好暂时先不用量体重，可能下个礼拜就要量了。蜂蜜柠檬的影片，对，我知道。去宜蘭是有早餐、午餐、晚餐这样子，我们都吃得很饱。嗯，
宣传什么？放心啦，还是会，哎呦，还是注意我的体重。去年是不是太瘦了？好像给自己一个借口的感觉。去年太瘦了，现在要就是胖一点点这样子。不行，这样子给自己借口。其实我很想要回到去年那种瘦到不行的状态，可是，发现真的很难耶，因为最近都没什么时间，也没有时间去跑步。现在有刚好吗？我胖胖，我看得开心。可是我自己会不爽，我自己就是哦，又胖了，显迪奇搞什么？这种就是我会这样子，搞什么东西？显迪奇又胖了，吃那么多干嘛？可是真的不是想吃，减完再吃，吃完再减。这有时间一定要去跑步，跑死，跑到死，跟你们说。喝水。我喜欢喝水。什么要来？什么要来？我要吃我的卤肉。我笑死我！最近有活动吗？啊，除了秘密课程，原来你是说这个？谢谢周。对，突然，等一下我有点吓到，一言不合就送火箭。那我每次都跟你一言不合，你都每次都给我丢火箭这样子。谢谢周。我也觉得其实。表演的话，开心就会做得好。对，只要你开心投入，就会给大家带来那个气氛这样子。没有乱讲话，没有乱讲话。每十分钟就一言不合，十分钟跟我跟Joe一言不合，然后又不行啊！谢谢Joe，可是你的。那个钱包不会被你家人管吗？就是会不会发现为什么又突然就是买了什么花在浪 life 那边？为什么哇还花那么多这样子？我怕你会被骂，你不要被骂，我不想害你被骂。你那边乱送礼物，可是我好开心，你很自由，自由的流浪人周。谢谢周，就这一天有一天会消失，这是零用钱，国术开始帮他造谣，笑死！谢谢周，那个想问那个哦，我最中意显迪，不是显最喜欢。Lolo 来，我讲什么？等一下，我讲什么？最中意 Lolo G 给 Syndicate， 那是谁？不小心掉了一只火箭。下一次活动没有看到周，就是他应该被家人罚在家里不能外出这样子。田中你回来啦，田中不要生气。Hello 花生。很小晚上直播，对，很小。晚上直播很小，通常都是早上或者是中午直播。
你哪有圣经？你明明就有，明明就有。天柱推我，推我。哦哟，呜、哦，慢慢聊。好，谢谢你的谢谢田中的偷偷喜欢你。我没有喜欢生气，我的傲娇不行哦。谢谢大家来看我的直播。对，晚上这么重要的时间，当然是就是赶快去洗完澡之后打游戏，对不对？可爱你，可爱你，傲娇没问题，棒。日常生气不喜欢，可。但是日常事情说什么啊？说什么、啊、国术？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有点看不懂。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你们的油桐花。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V 的显迪奇。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可以按这个追踪，不是按这个追，不好意思，不是按这个追踪，是追踪我的 Instagram， 然后我的名字就在这边，我就打了出来，就是。Pocky， 你们打 Pocky， 然后 DIC， 你们知道 Pocky 是什么吗 ？Pocky 就是那个饼干，很好吃的巧克力饼干。对，为什么我会叫这个名字？因为我很喜欢吃 Pocky。然后 DIC 就是迪的英文，所以就是我的 IG 名字，然后底线 AKB48 Team TP 都有了。知道什么叫 AKB48 吗？就是日本的女团，女大型日系女团，很多人的，不只有48个人的。谢谢幸运星的星之冠，对，那就是 AKB48 Team TP 啊，不是，那就是 AKB48。那我们就是在主要在台北活动的一个姐妹团，我们叫做 AKB48 Team TP。TP 的意思就是台北，台北。哎，对，如果喜欢的话，请。追踪我的 IG， 帮我冲一下好不好？我现在有 3.3 万个粉丝，粉丝追踪数，对，对，所以请大家也可以帮我就是追播，如果你们想的话，不想的话也好像没差，对，好像没什么关系。可是最好当然是冲一下，要追踪我，知道吗？在那边，在这边 ，AKB48 Team TP， Pocky。来追踪一波，感谢大家。Hello， 天天，谢谢，谢谢韩云炫的油桐花，谢谢大家。最重要的是，谢谢大家这次来我们的 mini concert 来参加我们的表演，参加我们的表演，收看我们的表演，然后也就是。谢谢你们一直觉得我们很棒，对，谢谢。虽然就是会有一点，可能有一点瑕疵，就可能手动作跳错啊，或者是手势做错啊。因为我跟你们说的是，我有试过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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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我 free 的时候。我不小心啦啦啦啦啦，就是我不小心用手掌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这本来是，就是哒哒哒哒哒，形容其实很简单。你就像阳，我是走音，我走音了，不好意思。你就像阳光，让我的世界灿烂。这边是哇，这样子嘛？然后我说哇，然后说咦，然后说喂，这样子。叫狗狗没有，我是不是很好动？我不是很好动，我只是喜欢有，只是喜欢一些就是动作，就是一些就是嗨耶哦呼耶呜耶耶耶这种可以。对，我好哦好动吗？你们来看 mini concert 你都知道了。你知道 mini concert mini concert 我就是一个不讲话的人，就是但是 MC 部分我除了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其他状况都不太讲话，说哇。是哦，就这样子而已。对，可是直播的话，我可以喜欢自己，就是疯狂讲话。对，我就喜欢自己疯狂讲话，因为我很怕大家听不懂我讲什么，然后就会有空拍。那空拍超可怕的，你知道吗？就是空拍很可怕哦。对啊，真的很可怕啊。所以我都不要讲话，因为我一讲话就会空拍，所以我都不讲。我这是一个，
就是表演的时候说，嗯嗯，哦，是啊耶，请听我们下一首歌 Only Today 耶，这样子而已。对，可是直播的话就会变这样子，直播就会变这样，我都不知道这个是谁，我是谁，因为我在哪，我是谁？你们看过成龙的《我是谁》吗？超级好看。对，我很怕，很怕空气突然变安静。我是据点皇吗？可以说是吗？因为我怕讲话没有人听懂，懂吗？嗯嗯，就是我讲话没有人听懂，到时候嗯，我要给什么回应？然后我都，对呀、啊，好像就真的有人讲过。说听不懂我讲什么，这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要不要再讲一次？这样子，我都喂，不好意思，我还是不讲话好了。尝试讲慢一点点。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P， 我是雪迪奇，是你们的星际宝贝 Stitchy， 你们是我的欧哈娜。哇耶！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史迪奇，可以叫我小迪或者是史迪奇哦，谢谢。这样子有慢吗？有慢到吗？对，我觉得不讲话很可惜。我是不是要多讲话？有点讲到现在，你就只能在直播看到我疯狂讲话的样子，就是平常的话就不讲话，真的，我练习的时候也不讲话。真的，可能我比较慢热吗？欢迎来抢红包哦！来抢红包，可是如果你没有追踪我，就没有，不能抢红包咯，所以要追踪我。谢谢阿龟送我和服，好多和服。冠维回来了，你去哪里？说，刚去哪里？我要问我从哪里来。谢谢，对一堆来抢红包的，一堆，你们这些小笨笨们，一堆来抢红包，可是没有追踪我就不能抢红包哦，所以你要赶快追踪。我觉得是因为我比较慢热吧。你真挺高吧，还有你跟人偷偷喜欢你跟掌声鼓励。小笨笨才不会追踪，是很慢没错。我觉得是因为我、啊、我觉得是因为我因为啊不知道突然刚刚那是谁。对，八个小时。王子是小笨蛋，王子，嘿嘿，摸一招，嘿，好久不见，永成，对，好久不见。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什么事特别难忘？走在黑色的路上，你没有想法，你这吧，这。就放着音乐就很难对准那个音，懂吗？懂吗？我平常是不会走音的啊，怎么说？电脑好像慢的，哇哇，有那个泡泡在里面，看到吗？看到吗？哇，酷哦！嗯，嗯。好吃，还有喝不是好吃。跟你们说，
永存前天有蓝，很棒。永存，我想问，我好奇，我好奇，好奇，好奇是什么？好奇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我有点憔悴的感觉？没有啊，我很开心哎、欸，那天。谢谢小轩的告白气球，谢谢你的告白气球，这是我的木瓜牛奶，谢谢你的木瓜牛奶。突然没有木瓜牛奶，如果有木瓜牛奶这个东西都好了，好吃好加。哎，我把它插进去我的优格里面。对啊，我忘记谁了，反正有人说我很憔悴，我说哈。Really？ 你确定你看到的是我吗？是我，还是你？哦、oh, ，可能因为没讲话、啊。对啊，没有，完全没有憔悴。我也觉得是气色最好的一次。我也觉得。是什么？偷偷喜欢你，在我的鼻子上面。啊，没了。Hello，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跟你们分享，想跟你们分享很多东西。就是啊，我们去那边宜兰那边啊，就是宜兰很盛产那个金桔，是这样子说吗？金桔就是那种这种黄黄的圈圈那种，所以我们有去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很好吃，你知道吗？我超级喜欢吃那个金桔的，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有带了一些回来，我很开心。我们还可以自己、啊、掉在地上，我们还可以自己，就是等我一下哦，还可以自己手做果酱之类的。这个我打出来好了。金骨怎么打？这个最好是一个爱心一颗，有那么多吃屎，我不是吃屎，吃到死，我可以吃到吐，吃那么多金桔，一个爱心一颗，对，这很好吃啊。啊，荆棘，对。为什么我会讲荆棘？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叫，可是我知道中文是甘蔗，甘蔗，甘蔗，超好吃的。荆枣，哦，那你们看。这是什么什么核桃什么枣什么糕，什么南枣核桃糕，对，那个直接吃不会太酸，对，它是可以吃皮的，很好吃哎、欸。然后里面是那个肉都会酸。Hello 班长，超级有名，超级有名。对，核桃糕是我以前。说很想很想很想吃的东西，然后我再买这个，其实是那边给的，我就觉得哇超级好吃，我真的是等了很久，我很想要吃这个，嗯，但它很甜，嗯，境界大叔家里还有粽。这么厉害！还有阿如，12:15，还是有点太甜，要多喝水，知道吗？国师是想看生态瓶是不是？等一下给你看。先喝个水。Hello。嗯。不用担心，阿如。
不用担心，因为虽然我吃很多蜜糖蜂蜜，可是我还是喝很多水，而且其实平常我不太会吃到蜂蜜，就除了直播那两天，对，所以不用担心啊。饮料我也不喝啊，我喝也会喝无糖啊。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真的是很好奇耶，很好奇，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就是明明，我叫可能我叫一个鲜奶茶，鲜奶茶都只是茶，然后再加牛奶这样子，然后因为鲜可能是鲜奶的热量比较高吧，因为我平常如果我喝饮料，我会喝鲜草冻鲜奶茶、无糖小冰或者是无糖去冰这样子，就一个月喝一次那种啦。对，然后我就看到他写的那个热量可能有到300多卡，我就奇怪欸，可是明明就是牛奶配茶，然后再加鲜草，鲜草的热量没有那么高，然后为什么会就是这么高呢？那个热量，对，300多吧，可是牛奶嘛，牛奶嘛，是吗？鲜奶热量不低，哦，鲜奶脂肪高，哦，是哦。那以后如果要喝的话，那如果我叫，青草茶加鲜草之类的就可以吧，牛奶跟糖，哦，是，而且牛奶会很容易让人胀气。哦，鲜奶茶的鲜奶是全脂，原来是这样子，我懂了，我懂，谢谢大家解答我的问题，就是很好奇嘛，谢谢你们解答我，原来是这样子。可能那个有600ml 这样子，阿如为什么建议喝全脂？谢谢红包。我喝得出来那个差别，一个是感觉是比较淡一点，应该就低脂的话感觉比较淡一点，全脂的话我感觉比较浓，营养高，是哦。可是我这个的话，嘎嘎地来，可是我这个的话，我是用低脂的。不是低脂，就是，对了，是低脂啦，对。哦，热量没差多少，可是有营养有差，原来是这样子。原来，谢谢阿如解答。那我下一次。就喝全脂的牛奶，鲜奶每天喝也没问题，真的吗？谢谢尼哥的蜂蜜柠檬水。牛奶很难喝，真的是很难喝，我自己也觉得很难喝。豆浆很健康，茴香可以喝，多喝豆浆。其实以前我也很讨厌喝牛奶，
小时候我哥很喜欢喝牛奶，然后我很讨厌。我喜欢喝水，喜欢喝水跟喝茶，还有蜂蜜。饮料其实我也喜欢，可是不会喝很多。羊奶没有喝过耶，味道是不是比较，听说比较会有那个羊骚味吗？羊就反正就是有那个很特别的味道，是吗？动物跟植物蛋白还是有差，是哦，比较羊，羊奶比较羊，可以，这可以。那花生觉得好吃好喝吗？羊奶我没喝过啊，奶没有腥味。有点好奇耶，加糖也不行，我觉得不要加糖，牛奶不要加糖。除非是那种睡觉之前的那种。喝到吐，可能你习惯了羊奶的味道吧。对。但像我因为我不喝气泡饮料，所以我不是因为要减肥才不喝气泡饮料什么的，我是从小到大都不会喝气泡饮料，所以当我闻到可乐的那个味道的时候，我也会就是很不舒服的感觉，不是很不舒服，你懂吗？就是很不习惯的感觉。不会不舒服，是会不习惯那个味道。但我哥哥小时候很喜欢喝那个可乐，我就会我要可乐来了 ，Oh my god， 可乐！气泡饮料从小喝到大，我妈妈有说过，幸好我不喝气泡饮料，不喝汽水，不然我应该会更胖一点吧。听说如果想让你们以后的孩子没有那么容易胖，只要你在怀孕的时候都去运动什么的都可以，这是我在网络上面看过的。就容易变胖跟不容易变胖的体质是怎么形成，他们说从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开始可以训练这个体质。午安。对，我妈妈也是不运动的。气泡水，反正我对那个气泡就是不行，我觉得那个气泡就像有些人不能吃辣的那个感觉一样。Coffee 的 BB 应该不会这么肥，因为它妈妈有健康。
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奇怪。能量饮料没有气泡吧？有气泡吗？有气泡水，然后可能这气泡水里面可以加什么草莓果酱，然后就变成什么草莓特饮这样子。勇哥买了，啊，还没买啊，去看呢，不错不错。对，就是自己加那个果酱，像你们冲那什么油子蜜，是这样子说吗？然后就很棒，我讲什么？就是变成一个什么特饮，什么什么油子草莓特饮的。柚子，柚子吃多会拉肚子。真的吗？我不会，柚子吃多会拉肚子。我买了个很邪恶的东西，你们要看吗？超级邪恶的东西。看，预备好了吗？就是再来这个。好邪恶！巧克力酱，好吃的，我受不了。最近是很想要吃甜的东西，要么就拿了，太邪恶了，可恶，想丢。不行，胖胖之神，哇哇哇哇哇，这个很好吃，啊，可是最近又没有运动，完蛋了完蛋了，对六完蛋了我。你有看过一个一个 memes 吗？迷因，对。迷因，他就说，只要一个女生失恋，你给她一桶这个，她就会没事。对，就是大口大口哇的吃，然后就没事。哇，我已经买的是小包装了，好不好？这是小包装了。我买小包装，你们要称赞我，赶快称赞我，因为它有大瓶的，我还买了什么？我还买了奶油跟面包，我死定了！我跟你们说，我死定了，不活了我。我克制了，我已经买小的，我就哦，还有就是，我买了吐司，那个面包是全麦面包，虽然还是胖，可是它是全麦，你们要称赞我，没有买白吐司。
白胡子，你们，我不会吃太多、哦。你吃吐司边吗？吃，吃，真棒 ，Leo 真棒。对，我等一下就吃爆，我不给你们看我吃。我所会到你的哇哦，那谁啊？那不是小丁吗？嗯，可是我好像认不出来他是谁这样子。平常吃很健康，然后就是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我省钱省钱省钱，省了很多钱，然后把它存起来，然后就一次花进去的那个感觉，懂吗？就是平常吃很少吃很少，然后现在就哇、哦、大口大口吃。对啊，不要马上吃，我现在都想吃了。因为我刚开过了，我给你们看，我要承认，我刚刚受不了，开播之前看到它，我都把它拿起来，然后打开，然后用一个汤匙挖了一小口，然后甜甜甜甜甜甜，哇，这好好吃哦的，不要丢在松爷那边，你不是是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我会克制。没有买一罐而已，我可以吃一口吗？你们看我吃一口就好了。Nutella, Nutella is healthy, is very healthy。好香，闻一下好了，闻香。不是不是一口，是一小口，这是我示范给你们看什么叫一小口，好不好？啊，那可以吗？可以，哪有，就是这样子而已。嗯、啊、嗯，好啊，我也觉得握手会之前就会空了。放心啦，我喝很多水好不好？而且我晚餐吃很少哎、欸，哎、欸，晚餐吃很少，或者是不吃，你们的称赞我。我不会冰，因为我都有试过这个巧克力酱硬掉，我就生气。我不会讨厌，可是我会后悔吃那么多。哎、欸，企鹅称赞我，小弟很棒。花生吐司。不要再讲吃，不要讲吃的好不好？后悔不？阿整，不吃晚餐不会饿吗？不太会。Hello， 还笑，我体重有下去了。但每次来都好像在聊食物，没错，真的。真的，你的食物就是。没有食物怎么活下去？你们说，自己说，没有食物活不下去。反正，嗯，好像那种吃到疯掉的人一样。有聊，刚刚凉了。对啊，拿巧克力酱在想花生酱，我不是弟弟。
只要不要在我房间放食物，我就不会胖了。哇，看我的。生态瓶里面有虾哦，在哪里呢？在这里。你看它自己游，看到吗？有吧？那边的姐姐说啊，他们说这种虾虾，他们吓到的话。这会变成透明的颜色，它现在变了透明的颜色，它应该吓到了吧？而且好像他们说，虾子它游来游去不是好事，因为它游来游去代表着可能他们吓到，或者是有点不安这样子。对啊，我把它拿起来，所以晃到了，会有点吓到。可是我拿稳一点，它都不会怕了吧？有看到吗？给你们看，我都放下去了。它不能是巧克力。好了，把它放下了。他们还说要，就是有灯照着它，然后。要等你们讲那个藻类，这也是房间食物的一部分。嘿嘿，水彩整个讲满，那很好啊，因为这样子它才可以吃到东西啊。那些什么水藻啊，那个藻类的东西都是他们的食物，所以我们基本上不用喂它吃。那个藻，那个那边的人说，因为里面有添加一些什么营养还是什么的那个东西，所以其实不用把它打开来，只要放着它就好，不要碰它，不要打开，不要倒东西进去就好。虾觉得可怕，在他面前吃虾，那很可怕耶，在牛前面吃牛肉，在猪前面吃猪。对，里面是封闭的生态系，放着都可以生存。那个姐姐说大概两三年是没问题的，可是她遇过就是养最久的人，他们养十几年，十八年，然后我们都哇，十八年也太久了吧？你们在我面前吃什么都会有罪恶感，对，你们在我面前吃的话，我会生气哦。我也要吃，给我吃。在外面的吃 Pocky 过分，不能这么过分，可恶。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告白还来得及，这是我。我的东西很难吃。来来来来来来，我要下载 IG， 下载一下。因为我发了那篇文，我就很想，就是看那个按赞的人还有留言的人。可是现在因为在直播，所以没办法看。在奇怪的时间点吃东西，我这一部手机感觉它的电池的寿命很短，看一下哦，怎么看电池健康度74%，对，它已经很不健康了，不健康的手机。吃午餐配滴滴饭都变好吃，吃午餐配小滴饭配滴滴饭，我看到你的名字就想到滴滴。
你的名字就打，就是打滴滴这样子。哦哟，有 IG 哦，直播很伤电池，没错。滴滴饭，不要滴滴饭。等我一下，我要登入我的账号。我的密码很难记，过充比较长寿，过充是什么意思？豪哥冷静，滴滴，滴滴传说，传说中的滴滴，这是豪哥。啊，我们跟阿乐姐派那个。那个节目，哥哥节目，真的很开心，因为他很好笑，他真的是很好笑，很幽默。对啊，我们都跟阿乐哎，你们知道阿乐吧？很喜欢他，都很好笑，超级好笑。谢谢豪哥的麦克风，对，他也很嗨。我知道阿乐是谁，我知道啊。他以前也是打游戏的，现在也有。哦，也放了阿乐很久了，因为国叔喜欢。什么什么？充了宝宝只有这个盲点。OK OK， 不要过充，手机不要过充。他眼睛笑起来很，就是很好看。有笑眼，知道笑眼吗？会笑的眼睛，他很超级好笑，阿乐。谢谢他，他对我们都很好。我在看阿乐，然后他身材又很好，很羡慕。倒模子，效果。其实很喜欢《Hello， 我是哥哥》这个节目。因为那个节目真的很好玩，而且都很有趣。对啊，呛，没有。那时候我忘记是发生什么事情，还是什么的，他们对。我忘记了，忘记是什么事，然后就是我们在打闹开玩笑这样子。对，会不会下一次都没有我了？可恶！不要，只是做效果好不好？效果效果。哦。Leo 吃什么 ？Leo 在吗 ？Leo 吃什么啊？Hello， 起风量 Hello， 太，我想去 Hello， 我是哥哥，节目好好玩。Hello， 圆滚滚，谢谢你的枫叶，还有小薰的大佬喝茶。这个节目，我觉得我是喜欢跟熟悉的人一起去
上节目，不然很尬。而且我又是个慢热的人，很慢热的人。去酒屋，我也想吃。讲到吃，怎么可以不给我？不留我一个位置？我在慢慢熟，是可以。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嗨，我已经收敛了，怎么？知道什么叫收敛吗？我这种就很收敛，就是气质型偶像，你知道吗？哦，没有，我不要气质，我不要，我本来都没有气质，不要给我气质，谢谢。不需要气质这个东西，大家也不要觉得小弟有气质，好不好？我有压力哦，我会傻眼，哪有气质？给我留个位置，我要吃。我不要气质，那我本来都没有气质，我是百变型的，我是又可以气质，又可以闹，又可以奇怪，就是我就是个百变怪。白变怪，对，白变小弟，我真的好想吃东西。那直播害我一直吃，一直吃，你知道吗？超坏的，可恶的直播。哎，我跟你们说，这个东西，等我一下哦。拔辣干，我给你们看一个拔辣干，这是呢，就是这个。拔辣干，因为它没有进货，是因为那个宜兰那边有，这比较没什么味道，对，所以呢，它比较没什么味道，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加酱吃，加芒果酱啊。我们去宜兰也有做芒果酱，它是完全没有调味哦，直接晒干的那种，所以它没有味道。它一包就只有19大卡，我就觉得哇太厉害了，你看完全没有调味。对，刚刚我就正想说想试试看加巧克力酱会是什么样的味道，真的很好奇，你们看，所以我要沾哦，你看。我也觉得母汤，我觉得不会奇怪。是不是只想吃巧克力酱？对的。这里有12份，每一份81大卡，一份有15公克。我觉得味道没有冲突，就是怎么说呢？他们的味道也不会很对抗，就是他们也蛮融合的，然后也吃到拔辣干的这个香味。对，再一片。没错。我觉得所有东西加这个巧克力酱也不会难吃到哪里。留一片什么啊？美食直播部分越来越专业，谢谢。对，花生酱的胜利啊啊！我喜欢用巧克力酱。老板永泉，上班加油！
谢谢颁奖的掌声鼓励。加巧克力太奇怪了，喝口水。还是有下巴的，哦，觉得今天这一顿已经吃够了。才不会，阿如，你那个叫壮吧？因为你都在练习啊，你都在重训什么的。对，你不会胖。还有一个叫凤梨干，可是不知道凤梨干放去哪里，要找一下凤梨。哎，我跟你们说，等一下哦，我找一下凤梨干。哎，啊，在这里，这个也很健康，给你们介绍一下。有两份，每一份20大卡，这样子。凤梨泡面配很多美绿粉，不行吧？很怪吧？美绿粉呢、欸？凤梨干好吃，对，而且它这个凤梨干是很天然的凤梨干，也是没有加糖的，这样子，很像花吧？有没有？很像 Daisy 耶、欸，来看，很像特效那种。给你们截一个小图。Daisy。啊，等一下啊、哦。整理一下刘海。Daisy 干，对。好，这样。哦，等一下。看哎、欸，这个发这个花，这个凤梨，结束，好吃，嗯，对啊。结束吃掉，没错。
蛋酱。嗯，因为斑尾的超小野猫咪。这是袁滚滚的告白气球。好的牙齿，这是袁滚滚的告白气球。好，不加酱，其实是最胖的部分。牙签，蘸酱，所以Lazy不蘸酱是很棒，他吃东西都不蘸酱。蘸酱，酱酱，直播踢牙。这是真的 love， 谢谢你，超级好吃。现在的告白气球，哦，牙线比较好。好，好的，我知道了。给你们看，这个凤梨干很大，有没有？哇，超大的！很厉害，都那么大的，我要吃小的，太大了。这些，这个有中 size， 对，中间的最大片。哇，还有小的。小的就好了。嗯。而且的心心相印。收起来了。好的，嗯，掉在地上。谢谢班长的偷偷喜欢你。收起来的收，都收起来。Hello， 威尔森，威尔森你好，你们可以团购凤梨干。那个真的长得很像 Daisy 啊。你们可以去虾皮的。橘之香，橘子的橘。那个。我们去搜寻，然后就会对。嗯。
socials and then, you know, my public image. It's just not us. 对，没错。你们去虾皮搜寻就可以买到。这个很像 Daisy 的凤梨干，还有这个红杏芭乐干。其实他们卖的东西都很天然，很推荐。Yeah, pay. Pay. No, I say no. He really wants you to hear it in person. All right. Sure. I'll go, but I'm not gonna stay. 中国站。All right. Thanks. 好好吃。Hey, babe. Hey. I gotta go to Future's house. He's having a party. He wants to play me the verse. Get up, hold. Get back to you. I'm just gonna drink and I'll split. Okay, cool. Can you just stop and get us some milk, please? Sure. That's never made that request.水倒在我的电脑上面，吓死我了，真吓死啊。对，跨年也算进去的话，也就算是第二次去吧。做的明天哥哥好。我本来是想说今天去跑步，结果因为昨天跟你们说 mini 啊不是 mini 跑程，是那个我们培训结束之后我们去吃饭，这是去吃饭，然后走路的路上上面有那个有石头，然后我没有看到，这是那个方形的石头啊。明天停步好。明天停播，大家知道。明天停播。然后我的膝盖就撞上去了，就是我撞上去了都，然后一开始是没什么感觉，然后之后一边走路才发现很痛很痛。对，我撞到脚，你们要看吗？我撞到膝盖，真的是膝盖的位置。真的很白痴，很痛。哇，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是撞的蛮严重，因为我撞了不是普通的撞，是整个踢上去的撞。比如说，这个是我的膝盖，然后这个是石头，我是走路那种踢，就是那种普通走路，然后。一下子撞上去的那种，那这是超级痛，在西门町的那个石头。然后我最近没有，因为台湾好像不能进入境，所以都没有。那我再给你们看，等一下，这直接撞上去，现在是走路都会痛的那种，所以没办法。去跑，这很白痴哎！你们要看吗？等我一下哦。我转过去给你们看。虽然我没办法走楼梯，我连现在跳舞都会有点痛。这样子，这里，它是整个肿起来的。
像摸这样子摸也会痛，可是小痛。可是如果要这样子动的话，这里会痛，所以我没办法啊，没办法去跑步。真的是淤青一大片，超痛的。沙眼好乱，不好意思。腰修有热敷，我不知道要怎么敷啊。你们可以教我吗？哎，我现在坐在地上，然后哎，坐在地上感觉可以更清楚看一下我的膝盖。哎呀，这个练习会痛，可是我觉得隔几天就没事了。小薰的木宝箱，还有超小眼猫咪，我有药，可是还不能擦吧？要过一天才能擦。我觉得是我的膝盖可能被我撞到，有点破裂的感觉，会不会？你们看，这样子，哎，这个，如果我不开美肌。不开，这是正常的，没有磨皮，没有美肌，美白一点点，这是亮度。没有开美肌的话，它是这样子，然后这会，这是很白痴啊！到底是怎么撞到的？这是很白痴的事情，怎么可能撞到我开？看一下我的美肌，最近是蛮多淤青的地方。哎，回来了，我有点期待明天它会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晚上它会长什么样子。因为昨天呢，它还是一个红红的，然后今天就变开始有黑色的地方。西门町拿一块石头，你们知道那边有一家叫北回木瓜牛奶的店吗？然后你再往前走，走到路口，然后你过去对面的马路，对面的马路会有一家水果店，水果店的左边就是有一块正方形的那个石头，然后上面好像是灯还是什么的，就是那个石头。你们要不要去踩一点？比如说耶，小黎的膝盖在这里受伤，到此一游，这样子很清楚，因为我很清楚记得，是吗？是那家吗？还是我再想一下，对，应该是那边吧。你们知道那个胡椒厨房在哪吗？在那边附近，在那边附近的那个路口的那个石头，痛死，跟你们说千万不要撞到，你们小心。这也可以去踩一点的，蛮有趣的。小迪受伤的地方到此一游，也给他让你淤青不行。可能下一次到那边，就有一个立牌写着“小心不要撞到石头，不然会淤青”这样。开始模仿我撞膝盖，不行啦！我们不要受伤。现在真的是走路都会痛。一群人组队去西门打石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我们来采访一下。然后阿华被采访，然后就说：“啊，请问那这个先生，为什么你在打那个石头？没有，因为他害人撞到受伤了。啊，他会让人撞到受伤？那请问，怎么撞到呢？哦，没有，就走路，然后就他没有看路啊，然后就撞上去了。然后说，哦。”是哦，那是不是这个石头的问题啊？我不管，它长在这里都是石头的问题。阿华，对，那旁边要贴一张小贴纸，写小迪，主要是小迪要小心，其他路人根本不会走这边。对，真的，其他人根本不会走那边，只有我一个人，不是我，不是我一个人，
我们几个人都有就是走同一条路，我们几个人走同一条路，然后就只有我们几个人走那条路而已，其他的路人都不会走那边，所以应该是我们的问题。去西门就推小敌之石，飞轮海出没，飞轮海，嗯，也不是暗响，暗巷，水果摊旁边的石头，你们知道胡椒厨房吗 ？Pepper Lunch。Pepper Lunch， 胡椒厨房，在那边的那个路口的那个石头。对，我们一起走，就只有我撞到石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身形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可以直接走过去，然后我要这样子走，你懂吗？昨天才吃，我们昨天也有吃哎，在西门那一家。他还送我们现金券，我觉得好好，他们好好。有关键字了，身形问题，应该是身形，应该是因为我太壮了。就是我是不是要减肥？我真的觉得我去年的时候啊，感觉身体比较轻盈一点，没那么容易撞到。现在到处都是淤青。到处都被我撞过了，你们要去好多地方踩点，知道吗？你们都要去很多地方踩点。你看 ，Uni Daisy，Uni Daisy， 突然啊，好可爱 ！Uni Daisy 团体，你们没有？如果有的话，你们会买吗？有的话，你们会买吗？跟我们一起穿，然后来 Daisy 场的时候就哇，突然。啊！假装上面是穿着衣服的你们，我在 Uni Daisy， 然后摸你们的嘟嘟，嘟嘟，膝盖包大大的嘟嘟。好，够了，疯狂。我觉得这样反手摸很舒服，反手就是不是这样子摸，是反手，哦，很顺哎，有没有很顺？顺手，保重，谢谢。谢谢。是我们制服感觉不会买，我也觉得。可是如果有的话，觉得大家也可以一起穿。出了绝对会买。好。突然觉得肚肚痒痒，好像想摸肚肚。Daisy，Daisy，Daisy， Uni Daisy。喜欢这个衣服，跟我跟 Daisy 的团体合照可以吗？好棒，谢谢。祝你嘟嘟，祝大家，我们是 AKB48 Team TP， 祝你嘟嘟，哇，好烦哦，选你去好烦哦，祝你嘟嘟。好，我回去我的座位上面，不闹了，闹。哎，我怕到我的脚，可是没关系，我有穿裤子，大家不用担心。我穿裤子啦 ，Uni 嘟嘟啊，好热！为什么开冷气还是那么热？因为外面的风是热的，所以好热啊！我要开风扇，开风扇。不闹还是小弟吗？不是，不闹就不是我了。哎呦！因为我刚嗨完，所以就很热。
杜杜自立。会啊，你第一次看我直播是不是川川？可恶，被发现了，被发现了。有你 Daisy， 我们是小橘，小橘，我们是小雏菊，你们是大菊花。有你 Daisy 的大家的，不是不是，我们团粉丝叫什么？我们还没有想哎，要想吗？不用吧，好像没有的。我是小雏菊，这么可爱，你是大菊花。哎、欸，不好，我也觉得不好，我也觉得不好，不行不行不行，我只是在闹而已，我在闹而已，我那样不要那么认真，不要什么、啊，不要剧点我 ，Leo， 你是大菊花，我就听起来特别不优，很不优稳，不行，别，我也觉得不行，哎呀，菊花台 ，A P P T T T P， 菊花台，小菊。菊花，杏花开，开灿烂。你有听过吗？大雏菊。啊，我们是小雏菊，你们是大雏菊。你有大雏菊没有？你有，你有，你有，这个有梗，这个很好笑。等一下，你哎，你、欸、你有，你有大菊花没有？哎、啊，你懂吗？懂吗？你懂吗？你懂吗？大菊花有什么东西啊？这花、啊。花蜜是不是有花蜜流出来？对，青花对破坏之王，青花开，啦啦，你们是菊花开开 ，OK 够了，制造最高警戒，棒棒六棒，六泡茶，哎呦，小迪你家粉丝要买你买买的好，我昨天说买的好。是吗？急速急速领域，我等一下要吃吐司，吐司是我的下午茶，我要设定在，我要强迫自己三四点才吃。对，菊花台，菊花台，听，去听。嗯，给大家推荐一个 YouTube 好不好？可恶！我刚刚在偷偷沾巧克力酱，我还以为没有人看到，结果被发现了。推荐你们一个叫做很棒的。今天呢，我就来带大家。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等一下。好味营养师品轩。对，好味营养师，没错。你们也会看是不是？夜风明月也会看。叫大家吃果干要沾巧克力酱，很厉害哎！夜市牛排加起来1000大卡，我傻眼。对，
是很厉害。嗯。对，用果干换回来的。傻眼。我最近真的受不了，一直吃一直吃。果干换驾照，哎，鸡腿换驾照，果干换执照，对，没错，棒。我吃，对不起，一直想吃，一直想沾巧克力酱。嗯，这我有想过，嗯，可能半杯木瓜牛奶，大概了，还有150大卡左右，对，然后。我刚吃的那个优格可能差不多100，那就250大卡，然后再加刚吃的那个蔬菜大杂烩，对，那个大概可能我猜150，我给他150好了，然后这里250加150就等于400大卡。然后刚刚狂吃的巧克力酱啊什么的，可能大概150，可能550大卡左右，所以现在我又吃了快550大卡，是不是？有没有快1000？然后我的基本的那个每天需要的，它可能1100，或是给它一个整数好了，1200大卡。1200大卡的话，那我现在还有大概600大卡可以吃，对不对？对，这样就我今天之后的吃的东西的热量就只能吃，600大卡到500大卡。正常人的话，可能。1500，男生可能2000，是吗？那要怎么算？嗯，那我看看我要怎么算我的卡路里，大家陪我一起算好不好？等等，就自己练习而已。可以啊，我现在用这个网页，你们要不要一起？我打这个网页给你们。1200超饿了，对，我也觉得。我们一起算，然后你们要在这里报告哦，要报告给我。这样，我是随便找一个计算热量的那个网络上面找的。等吗？等我一下哦。
懂吗？然后你拉下去，会看到一个一天月亮所需计算，对，懂吗？等待中，我在等待中，等待就预备好，我们一起算。巧克力酱，嗯，这么快？早中餐吃完正常就超过1200，哇，2395，2000哦，男生真的是蛮多那个的月亮的 quota。好，换我了，换我了。身高165，体重不告诉你。我年龄是21岁。好，我按咯。对，他说我的基础代谢是1324，然后每天所需要的总热量是1821。对，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我要看的是基础代谢，还是看那个每天所需要的总热量？啊，不太强了吧？3000多也太多了吧？很厉害耶，我的蛮低的。所以如果要减肥的话再用基础，要那个1821那个是什么？坤坤也是1000多。那减肥看总热量，可能这个要问一下比较健身房的人嘛，是这样吗？你好。他有写了，你有是宝宝。哦，他写的是减肥建议参考，你基础代谢要比一天进吃进啊，基础代谢小于一天吃进的热量小于每天所需，这样子。我懂了。喂 ，Hello 勇哥，吃饱了，吃饱就好。原来是这样子，我吃的。反正不要吃超过1800或者是1600、1700就好，有点开心哎，这样就可以维持了，对不对？蛮好用的这个。
我刚刚选的是，刚刚选的是那个每天运动一到两次，不是每个礼拜运动一到两次的这个。等一下下播之后，我也要努力的去搜寻一下有关于减肥的东西。有运动就可以往上加。卡路里，我觉得你们看女生的体重会不会觉得其实女生都很轻很轻这样子？其实不是哎，有一定的身高，体重就一定不会。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这不会比某一个数字低。就像这样子，如果我身高165，那体重如果是43、44的话，就太瘦太瘦了。对，正常的话，如果像我比较普通啊，没有特别什么功，就是没有特别需要，不像那种要跑来跑去的职业的那种的话，其实我们身高体重165的人，体重大概46到55之间，其实都是很正常的身高，很正常的体重，不好意思，是正常的体重。对，所以不要以为我体重很低很低，好不好？我其实体重也没有到很轻。刚刚 Never Lucky 猜我42公斤，我就觉得哇，42、43公斤也太瘦了吧，这样不好。对，太瘦不好。对，没错，我自己也觉得太瘦不好。我大概，我现在的体重其实大概在49、50之间游走，就很不定，就看你昨天有吃什么。如果你昨天吃比较，就像我呢，我晚上吃比较多的话，那体重就会比较重一点。我晚上吃比较少的话，那隔天体重就比较轻一点，这样子。没错。对啊，42公斤的话，那太瘦了。好吃，保持的好。好了，沾到巧克力酱，那忍不住想吃手指。我再用另外一个网页看一下我的。Mina 都有40了，等我一下哦。我再用另外一个网页再算一下。阿如你说的那个，我等一下再看看。我要再算一次，21岁，165。
先说出来，放心，我知道，不会跟着说，说了我的那个体重出来，那就很尴尬了。哦，大家都知道我体重这样子。对，果果太瘦了，他很瘦。哎呦，1.375。我的大概是1600到1700左右，所以我要减脂肪的话，就要吃比它少300卡路里的热量。对，好。这个等一下再来算，然后再来休息一下。我需要的每天需要的热量大概1700左右，对。然后如果我要减肥的话，就要减300大卡，这大概可能1300到1400左右就可以。对，我念一下排名，然后我就下播，因为我想去尿尿，又想去尿尿，日常。日常尿尿迪，尿尿迪，第二十名是幽冥无情，谢谢幽冥无情，这是什么啊？你名字很特别。然后第19名是小叶，谢谢小叶。然后第18名是慧香，谢谢慧香。第17名是凡，谢谢凡。第16名是咪，谢谢咪。第15名是企鹅，是企鹅，谢谢企鹅。第14名是邦伟，谢谢邦伟。第13名是贤仔，谢谢贤仔。第12名是好哥滴滴传说，谢谢好哥。第11名是尊，谢谢尊。第10名是班长，谢谢班长。第9名是 Never Lucky， 谢谢 Never Lucky， 等一下，谢谢 Never Lucky， 都在 Never Lucky。第8名是玉安，谢谢玉安。第7名是小风仔，谢谢小风仔。第6名是尼哥，谢谢尼哥，尼哥，上班加油。第5名是星仔，星仔也上班加油，谢谢星仔。第4名是圆滚滚，谢谢圆滚滚。第3名是田中，谢谢田中。第2名是小勋，谢谢小勋。第1名是周，谢谢周，今天送我火箭，还有谢谢大家送我的告白气球，谢谢大家送我的告白气球，真情告白，偷偷喜欢你，还有麦克风，还有枫叶，所有东西，谢谢。礼拜三有线上直播 ，OK， 小公仔可以，我有时间一定会去看，好不好？谢谢大家，辛苦了大家。然后，就是我知道一定会有，就是转推不啦之类的问题，就是转推、加推、增推什么的。虽然转推是有一点难过，因为转推就是从喜欢我到不喜欢我嘛。可是加推的话，你是除了喜欢我，还有喜欢别人，可是你还是喜欢我的，所以两个是有差。虽然，等一下。虽然听到别人转推会难过，可是我觉得大家一直都在就好。不好意思，我不是想哭，我是有那个气，那个胃气。不好意思，他就一直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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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就讲话讲到好像想哭一样。可是就是大家随心，随心就好。谢谢大家，我知道大家都在，你们都在。Yeah， 谢谢，我也一直喜欢着大家。不可以忘记我，你们不可以忘记我，知道吗 ？Hello，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跟鼓励。然后昨天是前天的表演，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因为我很开心，所以希望大家也感觉到我的那种很享受的感觉。就是我真的很开心，很喜欢表演，很喜欢跟大家见面，很喜欢听大家的打 call 的声音。对，谢谢大家，给你们自己鼓励。奖励好不好？这次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耶！谢谢大家，不可以忘记，没有忘记，不敢忘记，对，不可以忘记我。Hello 陈，谢谢你为我加油，谢谢阿华，也是一直虽然没有推我阿华，可是
就是谢谢你也一直陪我聊天，就是给我留言啊，一直很看果干仔，你果干弟，谢谢你们，住在你们心里。然后我有看到小鱼的那个帐音后面有我的那个213生日，还有我的签名，谢谢小鱼。虽然他没有来看我直播，所以就是可能他不知道，我知道。可是我希望就是我最近也好像有看到他，好像就是好，就是好像退坑的感觉。可是我不要忘记我，是可以退坑，可是不要忘记我好不好？谢谢，是可以退坑啦，真的。大家都可以退坑，可是不要忘记我，一直都在。希望你们的青春里面有我的影子，有我在。对，我不知道，我就感觉想要退坑，可是不要退坑，好不好？虽然对我知道他很忙，可是不要忘记我，好不好？我也觉得他可能有比较忙的事情。拜托，我要成为你们人生里面的一部分。你们人生里面，我不想当一个过客，我要当一个你们的，不会忘记的人，yeah！ 不会伤感，不会哭。好的。下播啦，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然后还陪我吃巧克力酱。我等一下会好好控制，我吃一片吐司跟一点点奶油的之类的，啦啦啦啦。好啦，这奶油好吃，奶油也吃一点点就够了。对，好了，我下播咯，不可以忘记我，拜拜。Uni Daisy， 我真的是每一场的 mini concert 我都很想很想很想跟大家一起打 call， 而不是打 call， 是叫元振，好不好？所以如果我忘记，大家要提醒我，要喊元振哦，这样子好不好？就是因为我这次的 mini course 也是我跟大家是说，我想要跟大家元振一下，对，我就跟他可不可以跟他们元振呢？我说可以啊，这是啊，说可以啊，可以啊，这样子。所以如果我忘记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提醒我，好不好？这什么特效？对，这是 Uni Daisy 订番，就是要记住我们的，我们的元振怎么喊？我先再讲一次哦，是努力、希望、坚韧、团结，用笑容感染世界，珍惜每一次的舞台。AKB48 Team TP Uni Daisy 这样子，你们只要伸出你们的右手比耶，然后往前。就不要戳到别人就好了，不要哇一戳到阿华的头就啪，那就哇谁呀这样子，Leo 大菊花哇，那就是可能 Leo 前面的是阿华，然后还一直喊可以，然后阿华说哇发生什么事情，真的蛮好笑的。如果出现这样子的状况，记得跟我说，记得跟我分享好吗？好不好？就不小心。就是 OK 的，可是故意也是 OK 的，是故意戳到国树的头，故意戳到他的胡子，戳一波。对，元振真的很棒。对，戳阿华，大家一起戳，大家阿华今天坐哪里？然后大家说，他在这边啊，在那边、啊。然后其他人说，好，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戳他。那我就喊那个，大家我们一起来。叫一下元振，喊一下元振好不好？然后你们就好，那我就说举起你们的右手，然后往前比，然后你们大家都往阿华那边比，然后阿华这边都全部都是那个耶那个的，然后阿华的头都发生什么事？这蛮好笑的，出镜不要出镜理由，我出镜我，出镜我，又是我说的大菊花 ，Uni。大菊花 ，Uni Daisy， 头阵，我知道那个头阵，我知道那个，台湾的那个传统的那个什么头阵啊，不是阵头，那是阵头，白字哦，什么头阵啦、啊，阵头啦，好，不好意思，错，真的，对啊，
就觉得很白痴，我是不是我忘记是正头不是头正？什么叫头正？阿华那个叫头正，台湾那个叫正头。OK， 对我刚刚说错了，不好意思，我要下播了，大家我要去尿尿，不要阻止我，不要阻止我去尿尿，打尿症，自己吐槽自己，不好意思，有点最近有点。就是太开心了，知道吗？别人真的很开心，所以就很开心，所以就现在就不知道在干嘛。我应该是就是想尿尿，所以才就是那么头阵不阿华。大家以后看到阿华就这样子，然后表情也要到位哦，表情要这样子。然后阿华就干嘛啊？奇怪你们，然后自己在那边笑。然后五一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五一因为五一不在嘛，他没有看直播。对，五一没有看直播，所以五一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看到、为什么大家都比这个、啊，然后这五一肯定会觉得很奇怪。Andy 也是。好了，我要去下播喽，我要去下播喽。OK， 拜拜，大家拜拜。对，尿越急越多话讲，不好意思，拜拜。我们下次见，礼拜四 ，OK， over， 礼拜四。知道时间了吗？喂 ，OK， 感觉有人要去厕所了，听一下，等一下，好像还没，我趁他去厕所之前，赶快去尿一个 ，OK。